不管干什么呀，啊，你不能不懂装懂。哦，哎，过去我们有一个街坊，嗯，这孩子就是干什么事儿不懂装懂。哦，到处老显示自己，哦，冒充大有用。哎，没有学问啊，他呢自己老冒充自己有学问。是啊，一张嘴说话老用文言说。哦，还爱拽文。对了。有一次他在街上啊碰着一个朋友，嗯，这朋友从小一块儿他们俩在上学啊，老没见见面啊挺高兴，嗯，他想问人有多大岁数。哦，像你张嘴就来，今年你多大了，嗯，是不是咱们说话挺正常吗？就是啊，他不这么说。嗯，哎，老兄你贵庚啊。嗯，这贵庚啊是拽文的，就是问你今年有多大岁数。对啊，对方一回答一听他说这话贵庚，嗯，哎，我也用文言来回答他。哎，说我今年念之一。他一听念之一，嗯，什么叫念之一？就是念之一怎么回事？嗯，他一琢磨，对方马上就明白了啊。哦，可能他不懂。嗯，你再给他解释解释。哦，啊，这个念之一嘛，二十为一念。嗯，念之一就是我今年二十一。哦。哦，念之一，你今年二十一了。嗯，啊，贤弟，你今年有贵庚？哦，人家问他了。他一琢磨，他二十一叫念之一。嗯，我还不到二十呢，我刚十九啊。哦，我啊，这十九怎么说呀？嗯，我今年还不够念的。不够念啊？不够念，你问问去，你跟人说干嘛呀？就是，他这时候不懂装懂啊，耽误事儿。对，还有一次。他母亲去世了哟，老太太去世呢，他要啊披麻戴孝。嗯，时间一长一点呢，拖着孝袍他得带个孝姑。对呀，啊，这带孝姑可有两种。哦，这还不一样。哎，一种是纱姑，一种是布姑。哦，这布姑是重孝。嗯，我不知天津有什么风俗啊，啊，北京这是重孝，说文言的话呢，这叫承福。哦，这平辈有时候妻子啊哥们儿好啊也想啊带个孝姑，嗯，但带杀的这是轻孝。哦，说拽文的话呢这叫啊赤福。哦，这还不一样。哎，他呢母亲去世了，他得带个重孝啊，带这个布姑。对啊，出去买东西街上碰着一朋友，嗯，瞧人家呢带着个孝姑啊，跟人家说话问人家，哟，你这是给谁赤的福啊，又拽上文了。这话说的还挺对。哦，对方呢回答也很好啊，啊，小弟中年不幸，我断弦。哦，断弦他不懂，这也不懂断弦啊，你断的是哪根啊？哪根像话吗？对方一听啊他准是不懂。嗯，说这个断弦就是我妻子去世的。哎，妻嘛，断弦，嗯，就是我妻子死了啊。哎，一看他胳膊上也有个孝姑啊，嗯，哎，得问他呀。就是啊，哎，老兄，你这是给谁承的福啊？嗯，哎，他一琢磨，我这怎么说？他媳妇死了叫断弦啊，我呢？嗯，那这我妈死的，就是啊，我这不能叫断弦呢啊，这啊，小弟我中年不幸，啊，我断老弦了，老弦了。